北欢乐耶诞城将在11号正式开城，市长侯友宜7号前往视察周边的环境改善工程的施作进度，希望能够如期提供给民众兼具人本安全的友善步行环境。灿烂灯光秀配上活泼音乐，新北市的年度盛事欢乐耶诞城将于11号正式登场。市长侯友宜赶在开城前视察周边环境改善工程。除了关心耶诞城的交通状况，新北市全力推动的2030愿景工程，以府中作为起点，透过以人为本思维，提供舒适的人行环境，还要延伸耶诞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，串联板桥新旧城区。它其实包括新旧两个城市的交替。所以如何在府中双城建构起一个连结的轴线，让它变成一个人本最优化的环境，这也是我们一年来大家辛苦的方向。新北市政府采分期分区方式推动双轴三广场改造，府中广场原先的转乘停车场未来将改为下沉式停车场，提供民众更舒适的活动场所，让人潮从新城区一路带动到古城区的府中商圈。也希望市民朋友常常有空到府中商圈，也到新北市政府所在的市民广场、站前广场，大家一起来走一走。为了让民众体验改造后的舒适环境，各单位陆续结合府中广场以及附近商圈办理活动，未来也会和耶诞城合作，要借由一系列活动活络府中商圈人潮，并打造新北市城市的新风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要做勇敢的蒲公英，随风飘落。